兄弟们，讲道理，露娜这款新皮肤确实润，瞧这个圣光，还有这么多背景的零件，还有鲁班大师的头像，你给我滚啊，挡道了。瞧这个华丽的出场方式，还有这个看都不看我眼的眼神，当然最重要的是光腿裸足。这是可以说的吗？反正露娜这款骑士之音传说品质4月22号上线，首周1430点券，我是冲定了。兄弟们，先给大家瞅一眼特效呀。很多朋友都说小王一周一款皮肤是不务正业，其实我想替小王说，我也是这么觉得的。但是这个露娜我是真心喜欢，被追了不要慌，回头13123打一套，先拉开，让马可过去把技能都吃了。正好我也等一波 CD， 两全其美。马可吃饱了直接上，对面就是一群待宰的羔羊。怎么蓝莲王还有技能？那马可你技能都吃不光，会不会玩？虽然不是同一时间，但是同一个撤数。区区三个人就想保住吕布？月塔拿下！哼，手感上来了，蹦去！手感不太对啊，兄弟们，换一把素材，我给大家来一波正经教学。抓人的时候先标记兵线挂到人身上，二技能吸一下再拉回来，通过兵线刷新标记飞过去，一技能好了拿下，一血轻松拿下，玄策勾我，别着急，他过来一个背摔，哎呀怎么把我摔到上路来了，既然都把我甩到这儿了，抓个对抗路也是很合理的。标记飞进去，二技能再飞，形势不对，断大飞出来，形成铁式三角杀。其实刚开始玩露娜的时候呀，还是跟队友打配合。这波注意鲁班大师的位置，他把守约拉过来，1323断大了，我操！玄策又勾我，有个背摔，怎么又把我摔到野区来了呀？那我只好在野区跟他战斗了。穿通功夫以点到为止，我撤退了。但是他不讲武德，叫来了一个人飞我。但是有问题吗？没有问题。露娜的两段大招直接能飞出去对手一个屏幕。这边又遇到老朋友玄策了呀，我先被龙击飞，又被桑起击飞，不要慌，先撤出来，给他们一个标记。这样一来，等一技能快好的时候，我们再进场就可以单靠技能连飞三次，非常的舒服。带走玄策，顺便再把龙宝宝抢掉。哎，这不是好兄弟玄策吗？刚来啊，13A23A3，好，成功断单。虽然不是同一时间，但是同一个撤数。看我操作，兄弟们，通过小兵往前拉，吸两个，拉到安全位置，一技能再拉。谁把人给我拉走了？这边在等我的好兄弟啊，加龙还让我撤退，撤退没有撤退可言，玄策还想反打啊？跟我露娜拼，你有这个实力吗？拿下！不瞒兄弟们说呀，我没有玩过几局露娜，但是我有露娜的所有皮肤，其中我最最喜欢的海报就是露娜的哥特玫瑰，整整喜欢了6年。小哥想不到你的癖好这么奇怪呀，这是可以说的吗？可以，不过哥特玫瑰我觉得就海报好看，那局内建模都很一般，毕竟是个勇者嘛。再看这个新皮肤，建模特效都很好，但是那个海报我觉得属实是不是很好看。不过我虽然玩的不多，但露娜确实是个很强的打野，在镜师傅出来之前，露娜是最顶尖的打野，这取决于露娜四级之后有轻松一打二甚至一打三的能力，并且这个很难反制的强势期能持续到12分钟以后。可以这么说，熟练掌握露娜之后，王者以下的局把把都可以乱杀。那露娜这么强，你为什么不练呀？瞧你这话说的，老婆是用来看的，那是用来练的吗？并且我不只是露娜全皮不玩，花木兰我也是全皮不玩。对了，大家要记住，露娜是一个后手收割的英雄，你不能让她先进场，对吧？就像这波他们都打得差不多了，我后手收割对面全都得死，我要进场了，呜呼。舒服了，兄弟们，看这一波大过去，二技能吸大招，13拿下萌呀！你个米莱迪带疾跑，我真的笑了。带疾跑是吧？给噎死！先拿下米莱迪，米莱迪去哪了？那这个鲁班大师，他也别想活着。他闪现跑了，不要慌，拿萌呀当跳板，吸一下拉过去，一技能再追啊，断打了。喂，其实玩露娜的容错率并不高，就像这边我一二技能都放了，对吧？这个时候再被人盯上，那只能断大跑。毕竟纯法装的露娜那身板还是很脆的啊，失血了，桑奇想拍我走一躲掉。桑奇的回血能力还是非常厉害的，注意看，我是失血，他一个一技能拍过来，我直接半血。队伍奶我，那就给他唱首歌吧。听我说谢谢你，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。不得不说，用了这款皮肤，我胜率都高了呀！打了5把，我都赢了2把了。记得之前玩《一生所爱》的时候，